奥尔摩闪光会，我们密兹必须认证一尔小恶魔闪光会，那每人要配香车咯。由密兹必须所发起的 Lancer Year 2.0 小恶魔美女票选活动，投票已创下超过万人的累积票数咯。为了动员更多人来支持心目中的性感女神，特别选在最热闹的 ATT for Fun 进行催票活动，让心目中的女神可以更近距离和大家做一对一的互动哦。至于要到哪里投票呢？详情请到密兹必须的官网了解。谁没有投票？对，你们大家有投票了吗？有投票了啊，真好。好了，那说到投票呢，那先欢迎我们的一号女神小薰。那小薰先跟大家来拍个照。房车，那就是我们的 Lancer Eel。 Mitsubishi Lancer Eel 本身能量与霸气呢，衬托出男性与外冷内热的性格，迷人的性感诠释衬托出女性的风姿卓越，很适合都市男女年轻族群的驾驭。还在犹豫国产运动型房车吗？ Mitsubishi Lancer Eel 将会是内外兼顾的优质选择哦。对，等一下再拍嘛，等一下再拍。现在来跟大家玩游戏，玩游戏，游戏就是我们的使劲摇，摇呼啦圈，真的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选两位踊跃的民众。对，礼物就是我们的模型车一辆。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猴急。我们先选出两位。来跟我们这两位女神玩游戏，然后游戏规则就是摇的呼啦圈数越多就是第一名了啊。那我们现在请小新选一位，还是你们谁有要跟小新？你要跟谁？我跟你。哦，你要跟我是不是？好。跟我一起。那谁要跟小新呢？你不然说我没有腰啊。女生也可以呀、啊。所以。好，那就先由我们的这位美女跟我们的女生，你们先第一组啊，第一组很容易赢啊，没关系啊，靠这位女神没关系，她会帮你赢得奖品。那我们麻烦大家让点空间啊，谢谢。我们两个要赢他们，对，就我们两个。两组，没关系。刚刚有人聊两圈而已，不用紧张。对。要不要前面一点？前面一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前面一点，因为后面有车。好了，开始哦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小心，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卖力了。牛青，继续捡起来就是摇。累计的，累计的，不用紧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加油，加油。OK，OK 的。能输吗？
哎、欸，就是我啊！我刚刚连输两场，有点不甘心。哎、欸，小心你腰不会酸吗？你可以停一下，没关系啦。你都连赢我两场，你到底还想要怎么样？加油加油！我们时间还剩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一，好，谢谢。几圈几圈？总共。114吗？好哦，那换我喽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加油哎、欸！我已经连输两场，不要让我难堪，好不好？